包给你吃哈、哦，哦，好棒哦，好好吃的汤包，哇，肉掉出来了，有人用筷子夹得起来吗？不然用汤匙啊。后面有个小弟弟一直在看。有夹起来吗？要不要用汤匙？哦，夹起来了！哦，好厉害哦！哦，用筷子夹汤包，哦，蕾蕾第一名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、哦！啊、哦，点点头。后面弟弟还是一直在看你，好好笑。爸爸弄这个虾肉生煎汤包，是不是？哦，蕾蕾胃口好好，好棒，乖孩子。慢慢吃哦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哦，好吃。